在浩瀚的银河中，地球是充满丰富生命的蓝色星球，因为它拥有独特的大气与蔚蓝的海洋。如果将地球比喻成苹果，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就薄得像苹果皮一般，不过它却帮我们阻挡了许多来自外太空的有害射线，也让可能危害地球的陨石化为美丽的流星。地球的大气约有 78% 是氮气，约有 21% 是氧气，其他的气体呢就占不到 1%。 虽然科学家依据温度的变化趋势将地球的大气层分为不同的几层，不过约有 80% 的空气都集中在地表附近10公里以内的范围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对流层的范围之内，这里也就是各种天气变化主要发生的区域。大气中的氧气是各种生物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气体，不论是陆生生物或者海洋生物，都需要有氧气。绝大多数的氧气来自于海洋，大约有 90% 的氧气是由大海中的藻类它所制造的，只有大约 10% 的氧气是来自于陆地上的植物行光合作用所制造的。由于海面的温度变化，它会比陆地还要来得小，温度的差异也会使得空气开始产生流动，因此海洋也扮演着调控地球气候的重要角色哦。地球上的陆地只占了大概 29% 的地表面积，其他的 71% 地球的表面都被海水所覆盖。然而地球上的水大约有 97% 都存在于海洋当中，淡水只占了大约 3% 的比例，而且呢，绝大多数都是存在于南北极的冰帽当中。海水跟我们一般的河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那让我们来做个实验比较看看吧。海水尝起来咸咸的，里面有盐吗？河水也有吗？海水和河水的成分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来做个实验比较看看。先把河水滴几滴在铁盘上。接着点燃酒精灯，用酒精灯蒸干水分。使用酒精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。想想看，把水分蒸干之后，铁盘上会剩下什么呢？加热一段时间后，仔细观察铁盘上还剩下什么呢？铁盘上什么都没有了耶。接下来我们要试试看，把海水蒸干会留下什么呢？先把海水滴几滴在铁盘上。一样，我们用酒精灯来蒸干水分。猜猜看，蒸干水分之后，铁盘上会剩下什么呢？会和蒸干河水一样，什么都没有留下吗？仔细观察，把海水的水分蒸干之后，铁盘上剩下了什么？铁盘上剩下白白的粉末，这是什么呢？答对了，它就是盐。
就像我们的祖先用晒干海水的方式制成晒盐一样。铁盘上白色的粉末就是盐。海水和河水的成分有什么不同呢？海水中有大量的盐，而河水中没有。云端小教室，从这段影片当中，我们学到了大气除了可以提供生物呼吸所需要的氧气，也像是个防护罩一样，阻挡了许多来自于宇宙的有害辐射线还有陨石的攻击。大部分的空气都集中在距离地面10公里以内的范围，这里也就是各种天气现象发生的区域。海洋能够调节大气的温度还有成分，对于维持地球气候的稳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海水里面含有盐分，尝起来咸咸的，如果把海水的水分蒸干之后，它会产生盐的结晶颗粒。